我们从酒店 check out 了，因为这个摩天轮的景点呢，我非常的推荐，所以我们现在再回来这里看一次。走，我们现在去搭电梯，然后上回去一楼，就可以到达摩天轮还有法院那里。如果想要走路不想要搭电梯的话呢，就要从这里走，然后这里下回去，然后从那里再下回去，就会接回我们乘搭电梯的起点了。有人知道这个 statue 的含义吗？可以看到有三个人对吗？然后他们头上顶着一朵云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12点钟，然后钟声呢就是从教堂那里传过来的。可以看到过来的游客呢，人数比今天早上多得多。The View 这个摩天轮呢，它的票价大人是10欧元，小孩子6欧元。可以看到排队的人其实还不少呢，所以想要过来的话，可以在这里买票，也可以在网站上面订票。现在我们想要绕着法院走一圈，因为今天早上呢，我其实只是大致上的把它看了一遍，好震撼。这一座巨型的法院呢，也被建筑师称为世界奇观。好多的涂鸦，民众们呢就宣泄他们的不满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感觉这个法院有点残旧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法院正在进行维修的原因吧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这一座建筑物被炸了好多次，从那时开始呢，就在不停地进行维修，包括今天都还在维修着。院喺度谂，点解会好似好 run down 咁咧？其实佢一个 section 系冇用嘅，因为佢已经 on 嗰个 risk of collapsing。佢有入边可能有 gas leak 啦，同埋有个 explosion risk 嘅。佢咁样咧已经拨咗100 million 去 renovate 呢个 building 啦，然后佢会2028年嘅时候就会完成噶啦。那辆黄色的小车呢，是卖 waffle 的。可以嗅到 waffle 的香味。我哋而家去买 waffle 食，好香啊！我们就跟着它的香味呢，一路过到来这里。昨天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辆了，然后这里也有一辆。它主要就卖一些 snacks， 有 waffle， 有 ice cream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买一个 original 的，走。我们要了一份 original 的。喂。新鲜嘅啦，啱啱整好嘅，佢仲有少少焦焦地嘅边，焦焦地嘅边。因为佢啱啱出炉啊，所以佢边系好脆嘅，即系入边咧系 gooey， 即系皮脆内腍，好食。佢呢个咧其实系新鲜整嘅，所以你我都唔知佢会整咩咧啦。佢 plain 嘅咧系2扣本，加酱嘅话加1蚊，加雪糕嘅加2蚊。啊，咁样嚟抢我食物。我们推荐过来的话呢，是 original 的，它原汁原味，它中间那一层糖就热了之后变成糖浆，味道很好，口感很好，是 original 的。好多的 waffle 餐车在那里呢，还有一辆呢。我要同你讲解，睇到啲咩嘢？我们其实在这里已经待了1个小时多了，
这里非常适合打卡拍照，看到很多的 Instagram 网红呢，其实都在这里拍照，所以你们可以考虑过来这里打卡。广场在这个方向，我们今天就不回去了。火车站啦，喺呢度仲可以睇到 Palace of Justice 嘅 Dome， 跟住仲有好多呢个 art 喺个 wall 嗰度，呢度亦都有好多壁画。呢度有一个 market， 而家我哋去紧火车站嘅附近嗰度咧，要经过呢个 market 先去得到嘅，就系去落车 market 啦，有卖水果之类嘅嘢嘅。好得啦，我前面睇下有乜嘢穿啊！Hotel 呢就在这里附近，是今天才发现它有一个 Sunday Market， 这个 Market 好大，卖水果、卖蔬菜、卖生活用品，各式各样的都有，而且人好多，这里乜都有，乜都有，乜都有，有好多呢啲 olive 食添，啲干水果 nuts 嘅嘢都有，啊好多，又卖蟹啦，买卖到好多布。水果咩都有，总之好繁忙啊！肯定是我在欧洲看过最大的市集，到这里都还有。然后转过来呢，在火车轨道的下面，那里还一直延伸呢。好大啊！我们回到了火车站，是时候要告别 Brussels 了。这个火车站呢，特别的繁忙。因为本地的火车有从这里出发，有经过这里，还有国际的 Eurostar 在这里，还有去 Amsterdam 这一些的火车都可以在这里搭。在火车站这里的店呢还不少，吃的特别多， Sushi 还有三文治这一些。然后这里还有一家 Carrefour。 搭火车回到英国啦。我们进到来了，它的步骤呢大致上是一样的，就查票，查票之后呢查行李，然后要过一个 border control， 就是 Belgium 的，然后再过一个 UK 的，我们就进到来 duty free shop 了。这个就是 Delirium 的 beer， 我们昨天都有去那里喝去，它就是个 style， 就是其实我们坐在个台里面，就是这个啦，就是好像 distillation 里面那个窿，然后你可以坐进去的。找到 Snowy 啊，佢就系天天嘅狗啦。喺呢度有卖佢，佢系卖价钱咧系$43.2嘅。嗱，呢个就系天天嘅地方啦。啊，好多天天嘅嘢。我就系 Snowy 啦 ，Hello everyone。踩个车嚟插电话同埋插嘢嘅，你好努力啊！好贵咗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上火车了。